穿着旗袍，穿着根本你就要衣服要把我支配，他把我衣服到我们要防了，当然啦，很多事要靠你自己。导演没有，不但是性侵，还要强暴啊！那强暴哦，你都跑的，要开那个楼的窗户，他也锁住，要门也打不开。哎，外面他教练讲从外面锁起来，他埋头，你都跑。要爬上去窗户要开，根本打不开，怎么办？只有跟他在那里运动会跑来跑去，最后跑着他自己喘，让他也碰到一个灯光师，要在片场要上厕所，这一个去个厕所要出来，就很正大光明的拉到旁边了，我说：“哎呦，你要干什么呀？”后来一直到回家，到那个，一直很不舒服。那个在那里，每次后来看到他，我就瞪着他。那个灯光，一个小灯光师都这样。来，亲一下。一二三。导演在饭店等你，要等你讲电影。你是小配角，变成配角比你少，还从配角要当主，要变成女主角。他们在那边写剧本，他去跟你谈谈的嘛。要当主角了，当然很高兴。义无一换，一想不行，这导演是怎么样？我就会知道穿什么衣服去应对，穿着旗袍，穿着根本你就要衣服要把我支配，他把我衣服到，不但是性侵，还要强暴啊！那强暴哦，你都跑的要。开那个楼的窗户，他也锁住，要门也打不开。哎，外面他教练讲从外面锁起来，他埋头，只有跟他在那里运动会跑来跑去，最后跑着他自己喘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李家阿伯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